4月1号，王俊凯工作室晒出一张黑屏截图，开玩笑说是截获的 BOSS 王俊凯的自拍照，十分调皮。随后王俊凯亲自上线转发，并晒出一张真正的自拍照，调侃道，愚人节也不许骗人，不然叫你去办公室找数学老师哦。照片中王俊凯黑色顺毛乖巧自拍，身穿红色连帽卫衣，外搭牛仔外套，帅气依旧，令粉丝尖叫。粉丝们纷纷留言，愚人节学校肯定会叫你去上课，还有叫你去拍戏的，千万不要信，很皮哦这个男孩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